紧接着登场的是魔术师马拉酱，今天听说除了表演魔术之外，还带来少见的人肉气球表演呢，赶快来看看吧。变出一瓶红酒了，哪里生出来的？好厉害哦！哇！检查检查，我拍检。你哪里啦？要干嘛？哦，呀呀呀！嘿，运气啊！哇啊！你在哪？哇，人家是吞日光灯啊，吞气球，真的假的啦？哦，哇！哎呦，这个很怎么进去的？怎么弄的？怎么吞进？哦！哎呦，这还用照胃镜吗？哇！直接塞根伸进去就好了，就用这个罩就好了。哇！啊！整根吞进，哇！吞掉啊！不见呢！天哪，去哪里？哇！你现在不会表演把它拉出来吧？不用吃饭的。哎，干嘛？你干嘛？啊！哎呀，要吐了！啊！哇！哎！怎么气球变直？对啊！哇塞！哇！蜘蛛人啊！吐不完的蜘蛛丝啊！哇塞！哎呦！可以推舞，推舞！天哪，你该不会？哎呦，你要干嘛？好快哦！麻辣酱。哎呀，开玩笑。哎呦！哇，他的西装好紧哦。他在干嘛？他在干嘛？在找什么？哎呦！什么意思？这是干嘛啦？你不要软骨功吧？散！哦，那个。看谁运气好，会炸到哪里哈？哎！你别！走开！不要逃！不要！你怎么吹那么多还不会炸？Yeah.
具的。你在里面不会没空气吗？对啊，不会窒息吗？好可爱哦！哎呦，有人进去了！哇哦，哇，怎么进去的？哇塞！他都没有问我们可不可以放进去。哎，对啊，他就这样放进去了。起码先问一下吧。他整个人钻进去了。哎呦！哎！哎！他整个人进去哎！哎，像气球都不会破的。哇塞！哎，越来越小嘞。哦，摄影师手。嗨 ，hello。小小兵啊，柠檬人啊，好可爱。哎，哈哈，可爱。没看到这招哎，谢谢，